中国同岛国的合作公开透明、光明磊落，不强加于人，不附加政治条件，不谋求私利范围，不针对，也不受制于第三方。中方应所罗门群岛政府请求开展安全合作，充分尊重所方国家主权，目的是协助维护所社会治安，保护在所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。 与地区安排并行不悖，天经地义，无可指责。中国同岛国互利合作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，任何造谣抹黑都是见不得阳光的，任何干扰破坏注定不会得逞。岛国需要的是和平、合作、发展，而不是地缘争夺、阵营对抗。南太地区应该是各方 开展合作的大舞台，而不是零和博弈的拳击场。中方愿意本着开放态度，在尊重岛国意愿的基础上，同相关国家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，共同促进地区发展，实现多赢共赢。